个生物进化史上最低端的种群，要么学会适应，要么就被淘汰了。你又找不到你妈，你爸也不要你了。这是我刚拟好的一份合约，你在最后一栏签个字。劳务合同，甲方承诺将客卧有偿借给乙方使用，甲方睡觉前乙方必须为甲方读书，直到甲方睡着为止。我发现你唠唠叨叨的说话特别有助于我入眠。你现在是我的女人。你这人是不是欺负人上瘾啊？我就喜欢你这个看不惯我又说不过我一脸烦躁的表情。你已经顺利的登上了我这条偏见武断心胸狭窄的大男子号豪华游轮，想下船不可能。真以为我傻，你们就都来欺负我。